螺旋粉碎机，音转速低，故使用时噪音低，粉尘少。粉碎机适用于各种橡胶、塑料、生活垃圾、职场废料、有机垃圾、工业垃圾、医疗废弃物、布料等，具有操作方便，占地少，慢速低噪音，颗粒均匀，粉尘特少，刀具使用寿命长，出料规格可调整等多种优点。本机由装在主轴上的动刀和安装在机体上的定刀组成，当主轴低速旋转时，多组动刀与定刀将物料反复切碎，同时产生高强度的压力推向出料端，这样物料在高压推动下不断在机体内翻滚研磨，再从机体末端长孔中挤出，并经装在末端的刮刀将其再次切碎，从而得到理想尺寸的物料。末端出料口有数条长形孔，可调节出料口的大小，从而取得不同尺寸的物料力度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拨打13531096220 135-3109-6220 手机微信同号。